主料：瘦肉末50克，西红柿100克，蘑菇80克，秋葵6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水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起油锅煸炒西红柿，然后倒入煮锅，下蘑菇，煮熟蘑菇下肉丸煮，肉丸煮熟后下秋葵调色调味，加盐提味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煮熟入味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G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